它不对啊，你刚刚弹的这个东西有一种就是你的旋律是旋律，词是词，这两个东西是分开的，在我这里不能算是改变。后面那个会接泰语，因为想对他说的东西都在泰语里面，是泰语。我一直在想歌词中文翻译到泰语的那个部分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音乐真的没有语言的这个障碍，如果这首歌作为一个完整和成熟的作品发表是非常好的。你的歌东西很丰富，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很多。我其实挺想问一下你的这个改编主歌要表达的是什么，如果你是硬为了改编而改编的话，而不考虑这个主题在讲什么的话，这个改编的作品它只能算是一半的分，你懂吗？